他对音乐充满信仰，他对舞台持续创新，他是微博玩家，随时随地发现他的 magic 新鲜事，带来每次相逢时的巧思与惊喜。2024微博音乐盛典年度创意先锋艺人王嘉尔。总监王鑫、大麦总裁何敏为他们送上荣誉，有请。有请各位登台。有请各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。来，舞台中心请。有请两位见证嘉宾将这份荣誉交到他们的手中。好，一起来合影留念。谢谢，谢谢两位颁发荣誉的嘉宾，谢谢，请回席落座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席落座。我们有请各位来发表感言。来，四位，我们依次来发表你们的感言。谁先来？好，嘉尔。大家，我是王嘉尔 Jackson， 特别感谢微博、新浪给我这个荣誉。对，然后我休息了，哦，还有谢谢支持我的朋友们，我休息了，我休息了一年了，我明年回来，所以希望大家期待一下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是的，嘉尔，之前在微博上看到你有申请说希望入职微博的创意总监，所以明年有没有机会要尝试成为我们微博音乐盛典的舞台创意总监？发起这个邀请，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嗯，可以，是我的荣幸，是我的荣幸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明年微博音乐盛典，我们再见。刚才你说有机会的话，是你有时间，我们就有机会，等你来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嘉尔的这个约定，谢谢，再次。